When the road ahead seems rough and long, keep your head high, stay brave and strong. In the silence of doubt, hear your inner call. You have the strength to rise above it all. 快来看看你犯了几个，19个致命习惯正在悄悄拖累你的人生。欢迎来到 Living Well, Living Rich 双语健康财富学院，和 Coco Shenzong 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创造自己的价值，造就更好的自己，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19种正在悄悄毁掉你成功潜力的致命习惯。这些行为看似无害，但如果任其发展，会极大地限制你的潜力。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识别并消除这些习惯，那就跟随我一起揭开他们的真面目吧。第一，靠别人，培养独立自主的力量。传统观念中的靠字，让人习惯于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甚至靠菩萨或上帝。但这种依赖只会让你在精神上跪着，成为弱者。指望别人，一味等待他人施以援手，最终都只会失望。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不仅能让你获得尊重，更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不受伤害。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即使遍体鳞伤也不放弃的自己。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无论何时都要记住，你自己才是最大的靠山。生活是公平的，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只有坚定不移地在上坡路上全力奔跑，才能抵达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第二，不学习，停滞成长是最可怕的衰老。停止学习意味着你的思维和能力停滞不前，这才是最可怕的衰老。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保持竞争力，避免被淘汰。学习不仅能保持思维敏锐，还能不断提升你的价值和竞争力。第三，完美主义，完成胜过于完美。追求完美往往会让你裹足不前，很多时候过于苛求完美会导致事情无法完成。与其纠结于细节，不如专注于完成目标。只要你开始行动，随着不断实践和改进，你会发现自己逐渐接近完美。第四，不自律，自律是成功的基石。自律是通向成功的基石。最实用的自律是存钱，最养眼的自律是健身，最健康的自律是早睡，最能改变气质的自律是阅读，而最重要的自律则是经济独立。这些自律习惯能让你掌控生活，逐步实现目标。最重要的是，自律能帮助你培养坚韧的意志力，这是达成长期成功的关键。第五，无恒心，持之以恒是成功的关键。平庸的人浅尝辄止，优秀的人持之以恒。无恒心的人最终一无所成。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走得多快，而在于你能否持之以恒。人和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专注与坚持。人的一生不求走得多快，但求持之以恒。就像跑步一样，一上来就冲刺的人往往跑不远。欲速则不达，每天进步一点，坚持10年8年就是了不起的成就。第六，不反思，成长的障碍。缺乏反思是阻碍成长的主要原因。反思能让你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果不经常反思，你将无法认清自己的不足，也无法改进。每天花点时间反思一天的得失，从中学习，调整未来的行动计划，这样才能不断进步。第七，没有方向，迷失目标，无法前行。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方向会让你在人生中迷失。没有方向的生活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只会随波逐流。设立清晰的目标，明确你的人生方向，这样才能保持动力并持续前进。第八，拖延，无声的梦想杀手。拖延让你感到短暂的轻松，但其实它正在悄悄摧毁你的梦想。每次你用还有时间或等我准备好来为自己找借口，其实是在阻碍自己实现目标。为了打破拖延，设立清晰的目标，并将其分解成可立即执行的小步骤。你可以尝试使用番茄工作法，这样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并保持行动力，
逐步消除拖延习惯。番茄工作法 Pomodoro Technique 是一种时间管理方法，由弗朗西斯科·西里洛 Francesco Cirillo 在1980年代末创立。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将工作时间分为短时间段，通常为25分钟，称为一个番茄，然后休息5分钟。每完成4个番茄后，进行一次较长的休息15至30分钟。这种方法能提高专注力，减少疲劳，并帮助你更有效地管理时间和提高工作效率。第九，害怕失败，最可怕的敌人。害怕失败往往是我们心中最强大的敌人，它阻碍我们冒险并尝试新事物，最终错失许多宝贵的机会。成功的道路往往是由失败铺成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行动。每次失败都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让我们在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第十，需要认可，停止寻求他人认可。过度寻求他人的认可只会削弱你的自信。许多人因为害怕被拒绝或批评而依赖他人的意见，但这只会让你变得更加脆弱。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这样你才能变得更坚定，达到自己的目标。第十一，过度依赖科技，疏离真实生活。在现代社会，过度依赖科技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然而，过度依赖这些技术会让你逐渐疏离真实生活，减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可能导致时间的浪费。科技虽然便利，但我们必须学会适度使用，将时间投入到有意义的活动中，保持真实的社交互动，这样才能保持心理健康和平衡的生活。第十二，怕改变，害怕新事物。害怕改变往往会让你在生活中停滞不前。许多人害怕新的挑战，担心风险，但不愿意走出舒适区，只会让你错失许多潜在的机会。拥抱变化，勇于接受新的挑战，才能在变化中成长并发展。改变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许多人却对改变感到恐惧，担心未知的风险和挑战。然而，害怕改变只会让你停滞不前，错过许多潜在的机会。学会拥抱变化，接受生活中的新事物，将其视为成长和进步的机会。当你能够适应并拥抱变化时，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灵活和坚韧，更容易在各种环境中取得成功。记住，改变并不可怕，它是你通向更好未来的桥梁。第十三，缺乏行动力，只有想法，没有行动。有了目标和计划，却不去行动，最终只能是空谈。缺乏行动力是许多人无法达成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制定行动计划，并一步步实施，才能真正改变现状，实现理想。第十四，没有情感管理，情绪波动大，无法自控。情感管理是成功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你无法控制情绪，经常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决策和行为，将会阻碍你的成功。学会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感，保持冷静和理智，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第十五，忽视健康，不注意身体和心理健康。身体和心理健康是成功的基础。如果忽视健康，即使拥有再多的成功和财富，最终也无法享受生活。定期锻炼，健康饮食，充足睡眠，以及适度放松，这些都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关键。如果你不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将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最终限制你的潜力。第十六，责备他人，承担责任。当事情没有按照预期进行时，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是最容易的反应。然而，这种行为只会阻碍你自己的成长。真正的强者懂得承担责任，敢于直面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当你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就开始掌控自己的命运。你会发现，承担责任不仅能让你获得他人的尊重，还能增强你的自信心，让你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坚定和勇敢。第十七，舒适区陷阱，突破停滞不前。舒适区给人一种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是一种假象，它会让你停滞不前，
无法突破自我。为了实现真正的成长，你必须勇敢地走出舒适区，接受新的挑战，学习新技能，探索新领域，这些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多才多艺，并提升你的竞争力。每一次突破舒适区的经历，都会让你发现一个更强大的自己。第十八，比较诅咒，专注于你自己的旅程。与他人比较是自我折磨的开始。每个人的生活路径都是独特的，过多的比较只会让你陷入焦虑和不满之中。你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上，设定属于你自己的目标，并为每一个小小的成就感到骄傲。只有当你专注于自己的旅程时，你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乐趣，并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力量。第十九，过去的阴影放下并前进。纠结于过去的错误和遗憾，只会拖慢你前进的脚步。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继续沉溺其中只会让你错失当下的机会。学会从过去中汲取教训，然后放下它，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和未来。你可以设立新的目标，并积极朝着它们前进。未来是充满可能性的，只要你愿意放下过去，你就能抓住更多的机遇，实现更大的突破。以上就是十九个可能正在悄悄毁掉你潜力的致命习惯。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些习惯中的任何一个，不要担心，意识到问题是改变的第一步。从今天开始，逐步消除这些习惯，你将会发现一个更强大、更成功的自己。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不要忘记点赞、分享和订阅，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Kokashansen.net When the road ahead seems rough and long, keep your head high, stay brave and strong. In the silence of doubt, hear your inner call. You have the strength to rise above it all. You are limitless, break the chains that bind. Step into the light, leave the past behind. Stand tall, let your spirit soar. You have the power to be so much more. When the night is dark and the stars are few, hold on to your dreams, let them guide you through. Every step you take brings you closer to the sun. Believing yourself, your journey's just begun. Take
brings you closer to the sun. Believe in yourself, your journey's just begun. You are limitless, break the chains in mind, step into the light, leave the past behind. Destined for us. You are limitless. Break the chains that you hold on to your dreams. Let them guide you through every step you take. Brings you closer to the sun. Believe in yourself. Your journey's just begun. You are limitless, break the chains that bind, step into the light, leave the past behind, let it burn and fall, let your spirit soar, you have the power to be so much more. You are limitless, break the chains that bind, step into the light, leave the past behind, let it burn and fall, rise above the shame of every heartbeat, with know that you are destined for success. You are limitless, break the chains that bind. Let it burn bright, rise above the shame. With every heartbeat, with every breath, know that you are destined for success. You are limitless, break the chains that bind, step into the